你好，欢迎收看行家论股，我是黄宝欣。ASICS 产脱斥资3200万令吉，向 VTSB 收购位于柔佛巴西古当的物流仓库相关资产，然后再租回给对方。这项收购预料将让 ASICS 产脱的净产业收入增加到 9.6%， 并且提高明后财政年的盈利大约 1%。丰隆投行研究认为，该物业占地12.8英亩，靠近柔佛港，收购价格是每平方英尺116令吉，非常的合理，同时也低过估值的3500万令吉的市价。虽然这项收购预料将导致资产负债率提高至37.2%，但还是低过证监会规定的60%资产负债率的上限。行家乐观看待这项收购，但在收购完成之前，还是维持盈利预测、买入评级和2令吉54仙的目标价。